但其实他都是不无亲无故的这些人，所以你可以说，在那样一个国难当头，中国人他还是非常有血性，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说，他有非常这种激烈的一面，有非常激烈的一面，所以大家读这种，在这个年代读江河的诗，大家会觉得非常的陌生，是吧？觉得非常的夸张，非常的空洞，不是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读的这种诗是热血沸腾的，是觉得非常真实的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经验。那么江河呢，其实他的诗呢，当时影响大的有《祖国》啊，《祖国》这个诗很长，我这里没法念。我觉得还是纪念碑的影响更大。那么这首诗是被太阳和他的反光是那个受到谢冕老师的高度的评价，但是纪念碑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诗。我想我给大家读一读哈，但是太长了，这么长。像我刚才说过的，读过的是吧？那个，我想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是吧？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过多少血液。那么，其实读他这个诗呢，要非常豪迈才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晚会，我们这上课，我没有办法用那么夸张的语气来读。我再读几句哈。他说：“纪念碑默默站在那里，像胜利者那样站着，像经历过多少次失败的英雄在沉思。整个民族的骨骼是他的结构，人民巨大的牺牲给了他生命。他从东方古老的黑暗中醒来，把不能忘记的一切都刻在身上。从此，他的眼睛关注着世界和革命。他的名字叫人民。”啊，这个有，我就站在昔日皇宫对面，那金子一样的文明，有我的智慧，我的劳动，我的被掠夺的珠宝，以及太阳升起的时候，玻璃瓦下紫色的影子，我苦难中的梦境，在这里，我无数次地被出卖，我的头颅被砍去。身上还留着锁链的痕迹，就这样被埋葬。生命在死亡中成为东方的秘密，但是罪恶终究会被清算，罪行终将会被公开。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流出的血液也不会凝固。当祖国的土地上只有呻吟，真理的声音才更响亮。既然希望不会灭绝，既然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真理就把诅咒没有完成的留给了枪，革命。把用血浸透的旗帜留给风，留给自由的空气，那么斗争就是我的主题。我把我的诗和生命献给了纪念碑。所以那个年代，大家可以想象，他们确实是在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下朗诵这些诗，热血沸腾，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那时候抓起来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有些人就被枪毙。所以在那个年代写诗，确实是冒着生命的一种危险，大家很难想象，也叫做社会主义国家是吧？也叫做人民民主国，也叫做共和国，但是写诗他会被抓起来。但是很长时间是这样，中国的诗人，在取消反革命罪行之前，中国的诗人很多是受到特别关注的哈，很多是受到特别关注的。那么这里我想谈一下杨炼，就是北京的诗人杨炼。杨炼呢，在当时呢，他更年轻一些，他出生1956年，哎，是不是1956年？可能，哎，55年哈，出生55年。那么杨炼在朦胧诗群体中呢，我说他是后起之秀，但是呢，他把朦胧诗的引到了一个历史的领域，所以
他的诗呢，在当时和蒙卢诗面向现实的那种强大的一种要反抗现实的那种不太一样。我把杨炼的诗称之为一种智力型的诗歌写作，它有强大的那种理性的一种力量。那么这种理性力量，它是靠一种思想在推动，靠它的强大的那种智能，有一种智能的东西在推动。我说蒙卢诗群体主要是凭借个人对时代的切身经验，对自由的极度渴望，凭借才华、技巧、感受和思考的写作，而杨炼则是凭着智力在写作，这是以往的诗歌写作所少有的方式，所有的感觉、经验和记忆都依靠智力才起作用。这是智力把语词和思想、想象与情感融为一体，形成杨炼的雄峻奇绝的诗句。所以智力写作也是一种想象性的纯粹的写作。杨炼迷恋语词的修辞功能，他笔下的语词浸透了历史的厚重意蕴，却与现实没有多少实际关联。当然杨炼有些诗呢，有一种难得的飘逸与清俊啊。当时杨炼很年轻的，想想他1955年出生，到1975年也就20岁，是吧？那么1980年也才25岁，那么可以看到他的诗呢，有这么一些特点。我觉得他的诗也有那种明朗和轻巧，他让希望存在于阳光、空气和水，让诀别也带上宽阔的笑容，世界在人的手掌上升高，像一座风车，穿越衰老的黑暗，永远生活在黎明之中。所以杨炼的诗有着浪漫的情调，在同时呢有一种明朗和热烈，一种希望的东西。所以80年他写了一首诗叫《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其实这也是祖诗啊，他大雁塔是其中的一个祖诗了，祖诗中的一部分。大雁塔可以看的是开当代史诗的风气之作的诗。大雁塔作为历史的见证，他要写出他千年历史的荣耀与苦难。那么杨炼呢，现在从对历史的回忆和诗作中呢，发掘出一种当代的豪情。这是大雁塔中的一些段落，我来读一下哈。他因为这首诗很长，我也没有办法在这里都念。这里呢，大家那本那个洪老师编的那个选集里面有大雁塔吗？可能没有收啊，因为它太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是描写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大雁塔是象征着中国历史千年的历史，中国的古代的文化和文明。那么它是这么来反思历史的。其实在80年代上半期呢，我们一直有一种对传统的反思，是吧？也是其实是批判现实的一种方式，所以也不能说杨炼完全的他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无关，因为不能批判现实啊。在80年代，比如说你文学小说，你揭露现实的阴暗面，这个就是不行的啊。社会主义是没有阴暗面，社会主义是这个一片光明，是越来越好，形势一片大好。当然80年代上半期就开始有一些反思现实、批判现实的东西，但是你也不能把现实批判的太过分，它只是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啊。所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我们的对现实的最基本的一种判断。这里面写说，我被固定在这里已经千年，在中国古老的都城，我像一个人那样站立着，粗壮的肩膀，昂起的头颅，面对无边无际的金黄色土地。我被固定在这里，山峰似的一动不动，墓碑似的一动不动，记录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他就让这渴望、折磨和梦想变成力量吧，像集聚着急流的冰城，在太阳下投射出奔放的热情。我像一个人那样站在这里，一个经历过无数苦难、死亡而依然倔强挺立的人，粗壮的肩膀，昂起的头颅，
就让我最终把这铸造噩梦的牢笼摧毁吧，把历史的阴影、战斗者的姿态，像夜晚和黎明那样连接在一起，像一分钟一分钟增长的树木、绿荫、森林，我的青春将这样重新发芽。我的兄弟们啊，让代表死亡的沉默永久消失吧，像覆盖大地的雪，我的歌声将它排成人字的大雁并肩飞回，和所有的人一起走向光明。那么大家注意，就是说在当时的那种反传统的一种反思当中，其实是对传统的批判非常激烈的。那么这个反传统跟五四的时候的反传统，它并没有直接的一种联系，相反呢，是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我说过最早其实有一本书呢是对传统进行一种反思的，就是那个中国科学院当时金冠涛他们那些人从科学史的角度来反思中国传统的这些文化，中国传统的科学上落后的这些问题，后来又走向未来丛书，是吧？我们看看西方的这些发展，然后我们认为我们为什么中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并不是来反思现实的，因为不能反思现实，所以就认为是传统限制的现实。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写过这种文章啊，大家如果注意到这个我那下其实二十四五岁了，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就是认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转变我们的传统思维模式啊，只有这样我们中国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那个文章影响还挺大，我是在1984年在全国研究生会的那个会上的发言，当时84年底就发表在这个北大的研究生的学刊上，当时北大的研究生学会主席齐海滨他也参加那个会，他就拿去发表到这里，后来北大的研究生学会还专门讨论我这个文章，还邀请杜维明来参加，但是杜维明先生呢在好几个地方还批判我，他说我是这个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那个时候我那个文章后来被新华文在1985年第九期全文转载，大家注意那一年那个我那一下其实只有25岁，第一篇是我的文章，第二篇是钱学森的文章，这个是不可思议，是吧？那个年代就是那样，就是你观念解放、思想解放。你的钱学森是老前辈了，但是他讲思维科学，我讲的是如何使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彻底改变，我们然后进入现代化。其实那个时候年轻啊，这个少年不识愁滋味，是吧？所以就说要这个革命，要转变思维模式。其实那个时候呢，是怀着一个对现实不能批判现实，是吧？就是不能和现实过的，我们只能说我们传统的这一套的思维模式，我那时候用了一套的概念，所以杜维明先生批判我很容易很清楚，就是说我给传统思维模式改出了很多的问题，什么超稳定性啊，什么这个线性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自己现在都忘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其实那都是我其实当然写那篇文章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当年对科学史很感兴趣，所以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读科学史，然后呢读西方的科学史，后来这个来看我们中国的传统，其实我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写的，花了半年的时间写的那篇文章，并不是一挥而就的，也还是经过思考的。当然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太简单了，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但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风气。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像杨炼的诗人呢，这些方面为什么他们后来会发展出寻根文学，其实发现诗和那个时候思想界的观点是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是非常激进，我当时是属于所谓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当然可能当时是最年轻的代表，当时很多人整过我的材料，那个时候大家去看那个我的老师孙兆正写的我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这些细节，就是我24、25岁的时候就被中央的高层领导批判过，那么那个时候批判很多人都吓得要死，是吧？觉得那个，但是我们那时候年轻啊，所以也是
不怕啊，觉得被他批判还很光荣，这是一个很高的领导，很高的领导批判我，还整了一本文集，整了一本集子给上面的材料，里边就收有我的文章。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其实在思想界非常激进，就是全盘西化。确实我现在如果说我自己没有全盘西化的思想是不对的，确实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就是认为要改变我们传统的这种思维模式。在思想界，包括我觉得走向未来成熟的这个派别都是这样。但是呢，在诗歌界，你发现杨炼他写的《大雁塔》，他是希望这种历史能够重新焕发生机，他相信这种经过了历史的这样一种历史，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根，是吧？它是能够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它的生机，能够面向未来的，是和能够排成人字的大雁并肩起飞的。所以这个大雁塔历经了那么多的风雨的洗礼，它虽然说历史那么的沉重和苍茫，但是它是有一种生命的。这跟我们那个时候在思想文化界主张反传统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异的。所以后来在文学上出现这个寻根文学，像当时也有一个比较猛烈批判西方的，我的其实比我年长的亦师亦友的黄克建先生，大家常跟我在一起，他也受到批判，当然他上有老下有小，他就比较紧张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像比如他也是很激进的，也是认为中国传统，因为他是熟读马列的，他认为马列主义的思想总发掘一种新的一种革命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和中国传统的那种思想是不一样。但是后来黄克建先生他去研究新儒学，新儒学他又试图用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中的找到某种结合，所以这种思想这一代的思想的变化也是挺大的，包括我本人后来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文学界它这点是不一样的，和当时的哲学界思想界它是不一样，就是它是一开始，你像杨炼在八十年代初期他就有一种认为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本身它是能够焕发生机，它是有一种力量。所以寻根文学和诗，寻根文学我们现在一理解都说是受拉美文化建筑的影响，是吧？是从那条根过来的。实际上可以看到它是和史诗和杨炼当时还有这个整个形成整个的历史学派历史诗派的这么一些，当时杨炼、杨牧还有宋渠、宋伟啊，那么四川的那些这个历史的诗派的诗人，这一脉和他们是有某种关系的。当然在文本里面找不到，在他们的创作谈里面也找不到，